次品尝咸酸辣三种口味，并根据程度进行排序。不会是芥末吧？你看小宋的表情，欲仙欲死，他都要哭出来了。啊！你啥呀？有多咸啊？喝到这个去世。我感觉我吃了一口就那种，吃了一口盐。对，吃了一口盐。咸对吧？我今天听说了你非常 sweet 的表现。谁呀？你。我跟他说的，就是他晚上睡觉，然后他很困，他睡着了，手机放在旁边，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手机在充电。我知道昨天手机只有20%，但我真的是困到已经懒得充电了，就懒得找线。双鱼很细，确实。双鱼这么细吗？双鱼很细，不是那种细，细狗。他们说的细是心思细腻。哎，那你知不知道有一天晚上你手机在那儿充电，你这个插座就没电，你连插头都没有插在插座上。哦，这样子吧。对，然后你帮我开了是吗？没事的，必要不能。没有，就是你的插头就没有在插座上，插头是我不知道你在充什么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没充上电，然后我就很疑惑。好的，好的。小帅，你走的是什么路线？主打一个帅。那你必须得做一个最帅的花了。对，全凭感觉。帅的意气风，这个好好看哦。这个要夹到我这儿。我觉得我这个花瓶口子太小了，没有发挥的空间，是不是？是，我先装满点水吧。真的好饿，好饿，好热，热。他怎么可能会饿呢？对，仙女是喝露水的。哇，我要跟你们走个不一样的风格，我要五颜六色，跟我这人一样。我再去拿瓶水。好凉快，现在。这刺儿好多。也有。算了。你要不要换一个别的？不用。换这个。不用，不用。一个女孩如果希望自己男朋友很会哄我的话，我的建议方法也是要训练他。第一次闹别扭了，你这样哄我一下我就好了，我就不发脾气了。你要告诉他，然后他就哄了一下，然后你就真的要好，就是要把自己那个情绪放下，然后你成功了。好，下一次再来点更大的事儿。今天你得哄我两次，你要不说两句话我就放不下，你又说两句我又成功了，然后你们这样就会越来越和谐。对，男的这有时候听不明白，你就得具体告诉他要干嘛啊？就比如说你现在告诉我你抱抱我就好了。 OK 就抱嘛，对吧？就有事儿以后就或者就咔就抱住，或者就咔就抱住。对，就抱住，这就听明白了。哎，你给我下一个，但你得好啊。这个为啥我觉得这说对？你得好啊。对，但是在我生气的时候我也说不出你抱抱我就好了呀，你说得出吗？扔摔炮。一进门扔摔炮，这边一生气了，开始找摔炮，趁他不注意，啪！那一定会好。就是等到你这次吵完了以后，你可以跟他复盘。复盘我觉得是个好办法，就是等气儿过了之后。你容我说句不同意见，复盘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啊。是吵峰值，吵到很难受，然后冷静下来那会儿，两人愿意向好的时候说一句，特别有用。你千万别都结束了，然后再说上次吵架的时候，你要是抱抱我，我就好了，这个效果没有那么好。哦，学到了。你们是有儿子还是女儿呀？三个儿子，四个女儿。哇，你们幸福吗？幸福吗？幸福。你很爱奶奶吗？
哎，啷个不挨？哎呀呀呀，好甜哦！嫩子不挨，整那么多。爷爷，你当初是喜欢奶奶个什么呀？什么喜欢奶奶什么？我得喜欢我，啷个不喜欢呢？你用三个关键词说一下。更爱劳动嘛、啊。勤劳。第二个嘞？煮饭的学，还做给我吃。会做饭、啊。哦。那奶奶说一下，喜欢爷爷什么方面？我喜欢他。奶奶害羞了，奶奶害羞。你说一下嘛，我们想听一听啊。你害羞了，太害羞了。那我们把那个东西，我给它弄到这儿来一点。你拿这个，这个不是刮的，你手。狮子座这么细心的吗？这么好的吗？怎么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呢？我是假的。就是搬到这儿，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晒。昨天在那个卡丁车那儿才晒。你们卡丁车是室外的。啊。那还好我没选，我原本想选那个的。狮子座，这不应该相聚一下吗？是的，清风徐来还是蛮舒适的。来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树枝够了吧？这么多。够了。不够，不过我再去砍两个，这有斧头。所以小王，你怎么知道一眼就知道这是像什么浪漫巴拉的是我呀？哎呀，这是你的风格，就这字儿，四个字儿像我。对，是浪漫巴乐，就是浪漫就是你了，根本就不需要巴乐了。对，是，是这样的。对，我不知道我最后选了。我写这个是因为我们俩今天讨论过浪漫这个话题。本来其实没说看，就是哎，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问问你们，就是你们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可以说别人对我做过最浪漫，当然可以呀、啊。我别人给我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，我当时在纽约的时候还在上学嘛，然后有一次约会完就是回家，每一条街都特别短，然后每条街都红绿灯。当时做了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，就是每次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亲我一下，直到我们一起走回家，走了两个小时。我以为他是公主抱，一直把你抱回去呢。这应该是北美的套路吧？我觉得是北美套路。Yes, of course. 而且我觉得这如果要是有些错落，将更加好看。但是它已经很美，这其实可以有些高一点，有些低一点，但我觉得已经很美了。非常好的建议。小熊这个就相对内敛，但中间会有一些彩色，就主打一个闷骚。对，其实是明骚，但自以为闷骚中的一幅画。哎，你们选一个第一名。第一名啊，那我觉得我选不出来，我觉得都挺好的呀。我觉得是这个。那你是咋觉得的？咱虽然很美，但是咱第一名还得等等人家插完了。这种打分没有普遍性意义，我选你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位，也许可以再加一个彩色。那你会送给我吗？会。哦，那就行了。你要不送给我，那我就那个不给你分了。你得送给邻居。不是啊，但我觉得默默的画很好看啊。我也觉得他，就是他有点日式那种感觉，我很喜欢。我觉得可以，就是感觉这个小了一点点。嗯，这样，然后你可以这边你要嫌叶子多，你就剪一剪就好了。我觉得默默缠的更好看。那周周，你印象当中，在你的恋爱的故事里面，你觉得最浪漫的和对方一起做第一次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看升国旗。真的
那是我初恋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就晚上不睡觉，然后就等着去看升国旗，那个真的挺那什么的。而且我一北京人，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看升国旗，就是我们两个人说就真的还挺印象深刻的。我静的时候给你买摔炮，就像静姐说的，可能很多第一次是在对方心里下了一个锚，是吧？然后未来很多次想起来的时候，那是非常不一样，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瞬间。他甚至带着他们俩做的那个戒指，戒指，我记得。跑走了，一刻也不想待了。还痛吗？对啊，我刚刚他那个眼神儿。哎呀，这玩意儿！哇！你的手机揣兜里，手机揣兜里。慢点。哎，哎哎，我看见了什么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来了来了，慢点过去，摸摸。我抓着你，那边那边那只，没事，我抓着你，抓着你。对，摸，摸到了。啊，没事吧？好硬。啊，是的，没事，瘦可能，懂了吗？嗯。哎，他在撞他。啊！哦。天哪，什么东西扎我，好痛。看。好痛，刺痛。你是虫子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很刺痛。我想要那个，你是不是被倒刺扎了？不是，没有啊，就刚好有个虫，我捋开它，就很痛。这，就这个地方，你看到吗？就刺。你先放下来吧，缓一下看。对，回去铺点。痛啊！看得见吗？有虫影吗？没有，就刺痛。好吓人！别别别，被我看着！别别别，被我看着！还痛吗？我刚刚他那个眼神儿，就那个地方还痛吗？这样不痛，你是阻止了我的血液循环吗？啊，并没有吧，只是一般小臂痛的情况下，摁住那个肱桡肌这个位置，基本都是输不进去。好多了吧？是不是没有那么痛了？就是暖阳感觉跟默默完全不一样，暖阳感觉是一个非常会示弱的女生，她会那种讨拍拍。然后给你示弱，然后要你安慰啊什么那种。嗯，我感觉男生是不是喜欢这种？会，会是，会。啊！完了。哥，你快说呀！你这太让人窒息了，你想要什么呀，小孙？默默不开心了，能开心吗？哎呀，我们家默默又要哭了。但反正这面包吃下去呢，结果就好不到哪儿去了。默默已经要炸了，他不会周桌子吧？这也吃太大口，他正儿八经在吃，好用心的吃啊。出场顺序就按上海那天的从出场顺序。哎，那我今天出场是跟你一样吗？我选第一个出场。算了，不是他慢到的。我真的要被你笑死。
他对他是抱有期待的，过来之后什么也没有。算了。算了，我主动想着他，算不算主动破冰了？我觉得算，我觉得就是要。你真的好有。我们俩很 match。那你原本以为就我们两个都很开心的玩到最后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，谁影响我就放弃什么。我共情了，救命啊！这种哎呦天哪，妈呀！我的天！今天做的这个东西肯定要留一辈子的。我也是。他甚至带着他们俩做的那个戒指，我记得。逃走了，一刻也不想待了。默默感觉他俩没可能了，你看他那表情，哎呦，他们俩真的是没对上。小孙拼命道歉的时候，默默不行，等默默想要往前走一步了，小孙怕了。哎，哎呦，妈呀！你看虐了。这时候想给默默个摸摸头。我觉得他很不了解默默这种女生。嗯，好委屈啊。对在场的异性有过好感的有几个？火哈，嗯，不用他问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嗯，两个。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要好好反思一下哦。这暖阳太会了，太会了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，其实我觉得对我不算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来的时候，就是包括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，就是你见到我了，嗯，你见到我了之后，然后你就上楼去写信了，对吧？
所以然后你写给了小虎。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跟咱们俩每次要回答问题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快想快想快想，怎么说？那天你只是对小虎感兴趣，我觉得。因为我没有跟你怎么讲话呀，那天。哦，所以是因为这个吗？对啊，那天我是跟你基本上没怎么讲话，我只知道那天只让你叫什么。所以姐。所以姐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没有让你毫不犹豫的选择是吗？对，那这种问题都怎么回答呀？学学学学。好的，你这不是主持人客观原因吗？我确实跟小胡是有共同好友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就后面发现小胡就是对你没意思，所以你选了我。我的天，这么尖锐吗？那我也没这么想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觉得他对你有意思？别慌别慌，就我不是觉得他对不对我有意思才这个样子。那你觉得他对你有好感吗？把我们帅翔给逼的呀。至少印象是好的。哦，最后一个问题了，截止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个最心动的瞬间是什么？最心动的瞬间，没有，就是之前就说最心动的，其实就是今天我去你房间把那个身上包的那个东西给你的时候，就看你最日常的这种打扮，然后就我觉得真的很漂亮，就是最心动的时候。你看看他们俩的表情，怎么样？学会了吗，弟弟们？生气？就我不敢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静姐是因为你的语气非常诚恳。新学会的有可能不行，来我试一下啊。为什么我上楼梯的第一眼就是你没对我心动？第一天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这是就是用气声吗？我突然都全都想起来了，我一下子就都想起来了。哎呀，咱们走吧。等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你怎么已经取信了？啊，人家还没有挂完呢，你的取信、啊。都挂完了，都取完了啊？你不也取了吗？我没取、啊。你没取？没取信。啊，为什么想这么问啊？为什么想这么问呢？那我给你的回答就是。就不是敷衍啊，就认真的回答啊，就是我觉得我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。哇哦，那你认定的是什么事情？我认定的事情也不会轻易的退缩。那你认定的是什么事情？认定的什么事情？你干嘛给我？这是你写的是吧？我写的呀，那不然呢？对啊，就是。我认定什么事情？快想快想快想，怎么说？我认定什么事情？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我觉得你不是很了解我。就是我觉得对啊，因为我们才接触一周嘛，对吧？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慢慢了解的呀。但是我想，就是这个问题，我的回答就是。至少到现在，我觉得我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好凉啊！你吐出来呗，我们来。你要吐了吧？小胡喝多了，确实不太一样。你不是不喜欢吃西瓜吗？西瓜太凉了。我就想尝尝我们做的什么味道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那行，那下次再做。哎呀，西瓜！哇，完了。非常喜欢什么？吃西瓜呀，是什么呀？甭管啥了，这一整套还不明显吗？就是啊。啊！欢迎来到你们的18岁。给我的暗恋女生带上她的云南白为什么不加个高马尾？我就喜欢这个，拿捏啊！
你是年少的欢喜，喜欢的少年是啊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我平时没有耐心教别人画画的。哇，太浪漫了！我从小就特别羡慕会画画的人。没事，今天就不用再羡慕了。我想说你画画好帅呀！这才是谈恋爱吗？你对我们现在几个里面对谁有好感来着？有，一开始有。他其实对我有误解，我对他有误解。哎，你觉得这几个男生哪个最帅？我室友。帮我追他吧，帮我追他吧。啊！真的，你就不知道这女孩天天想什么？哎，我刚看到默默有两封。啊？安琪是吗？啊？李明伦不可能谁？哦，他会拿到默默的信。没有。所有的抓马的事情，我怎么都发生在我身上了？